40岁以上女性如何在家练臀，今天就教大家4个特别好练臀的动作。在家如果你有哑铃的话最好，没有哑铃用水瓶代替也可以，加一点点的重量用到椅子就完全可以做，所以可以把这个整套动作加入到你每天的训练当中去，在家就可以轻松练臀，不用想着去健身房多麻烦，要练多少个小时，把这4个动作掌握了，慢慢的去增加重量，买更重的哑铃。但是咱们先把基本来讲到，是吧？如何去练臀，现在就来开始做。第一个动作，硬拉的动作，特别好动作是怎么样？现在你就站在这个椅子边上，相当于你双腿双脚在这个椅子这个腿儿相当于对着，然后你的脚尖朝外相当外八字，而这个时候大概与肩同宽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你的膝盖后头是顶着这个凳子，然后这个时候你拿着这个重量相当于怎么样，放在一个大腿上慢慢向下去滑，同时臀部向后去做，这个重量其实是在你的大腿一直往下滑，膝盖往下滑，然后滑到这个小腿，然后这个想向后去做，但是不要向后推动这个椅子，然后到这个大概在你这个小腿的中间这个部位，然后再直立起身。整个的时候你拿这个哑铃或者拿这个重量都是在你腿上轻轻的滑动，不要向后去推这个椅子，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是向后使劲去挪动这个椅子，而是轻轻就靠在椅子边上是最好的，也是让咱们的这个整个的姿势状态更加的正确。所以慢慢来做，想象臀部向后去做，然后再起来，当然慢慢的你的重量可以加大，咱们在这儿来做15次这样的一个动作，来跟着我一起做，慢慢向下，不要着急，向上吐气，向下慢慢吸气，保证动作准确，这就是练臀的特别好的动作，别忘了要向前顶，有这么一个姿势，非常好。想象你的椅子就像一个标尺一样放在这里，然后后背一定要挺直，不要弓背，当然能下去多少下去多少，有的人这个大腿后侧柔韧度不够，可能不能下去很多，否则可能要去弓背，是吧？能下去多少下去多少，后背挺直。当你加上重量以后，这个练臀真是特别好的一个动作。在这儿做15次，好，这个动作做完了，第二个动作呢跟这个动作类似，但这个时候咱们用到这个单腿，所以一条腿就可以放在这个凳子上面，然后另外一条腿还是跟刚才的姿势，就放在椅子边上就可以，这时候还是做这个硬拉这个动作，但现在是属于是单腿了，然后每侧还是做15次，后背一定要挺直，不要推这个凳子，还是向前去顶，5，非常好，现在开始冒汗了，不要太着急，慢慢加这个重量，一条腿做完了，咱们来换另外一条腿，还是一样，把这个动作做准确是最重要的，想象臀部向后去做，还是做15下，向前顶胯，13 14 15，非常好，刚才咱们做了这个动作，现在下面一个动作是什么，做一个深蹲的一个动作，还是用到这个椅子，椅子就可以保证你的膝盖不要过度的向前去前伸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双脚大概打开1倍或者1.5倍肩宽的这个距离，然后拿这个重量
就是慢慢向下一蹲，臀部向后去做，然后觉得哎，差不多大腿与地面平行了，然后再起身，这个也是练臀部特别好的一个动作，向前去顶胯，慢慢向下起身，还是在这做15次，相当于这个用你的膝盖轻轻顶着这个凳子就可以，不要推动这个凳子，上半身还是要挺直，腰部不要弯曲，挺直你的腰部，上半身竖直，起身之后向外吐气，非常好，向前顶胯，上半身挺直，11 12，慢慢这个重量就可以增加，拿更重的哑铃，想象臀部向后面去做，这是第三个动作，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单腿的向外去延展你这个腿部，这个时候相当于是练到臀部，整个身体是竖直的，当然你可以去扶着这个凳子边上，如果你不稳的话，把这个重量放在这大腿的一侧就可以，然后这个时候单腿，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大腿小腿成90度角，身体还是竖直的，挺直，不要去弯曲，要挺直，这时候整个身体一条直线，大腿也是一样，然后这时候向外去抬腿，感受臀部还是夹紧的，完全的绷紧，做15下，当然以后你的重量可以用的越来越重，把这个重量放在腿这儿就可以，站立那条腿也是尽量伸直，向外去抬，臀部紧张，始终身体是一条直线，你抬这条腿也是跟身体一条直线，臀部夹紧，感受这个臀部的紧张，15下做完了，现在来换另外一侧，拿这个凳子还是夹紧，向上去抬，尽量能抬多高抬多高，臀部夹紧，核心紧张，上半身挺直，现在开始有微微出汗了，非常好练臀的动作，感受这个臀部的紧张，大腿跟身体还是一条直线，一个平面，非常好，这个动作做下，现在你感觉臀部整个的一个酸爽啊，希望你刚才已经跟我做下来了，非常非常简单，就是每个动作做15次，刚才有左右腿换的，然后把这个动作加入到你平时的训练当中，在厨房没事或者看着电视就可以拿着凳子就可以做了，真的不用很费功夫，健身就是一点一滴的在生活当中加入一点点的运动，就是这么简单，然后长期保持下去，最重要的还是培养习惯，这也是我所有的健身的一个理念，当然了，如果你作为40岁以上女性想实现自己，现在已经感觉臀部已经很酸了，实现自己彻底完美蜕变的话，拥有这个马甲线、精致手臂，这个还有这个精美的这个双腿没有问题，我就会把我过去健身14年帮助1867名40岁以上女性完美蜕变用这个秘籍，也就是马甲线秘籍传授给你，一个3步法，非常简单，你学会了也能开始自己的完美蜕变，你就可以想象自己穿着泳装，然后比基尼去海边跟家人一起，你就会变得更健康、更快乐、更自信，没有问题。所以我就把这个秘籍怎么传授给你了，我会做一个7天的一个讲座，现在就可以报名加入。下一期因为之前报名很满，很多人说还要做这下一期，没有问题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，在视频下面留下“马甲线秘籍”5个字，关注我的团队信息就可以了。希望在这个培训里面把我这个干货，所有的这个干货，如何吃，如何练，如何自我激励，培养习惯，所有的东西都会传授给你，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完美蜕变，怎么样呢？重新掌控自己的身材和人生，活出最真实的自己，好吧？那咱今天就到这儿，下回再继续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这个跟练。